人民银行数研所咧系全面开放咧，俾香港居民咧就通过香港嘅手机号码咧就开立人民币嘅钱包。数字人民币扩大试点，仲可以软硬兼施。你哋不想又有多一个选择啦？但实质用落去点，系咪真系度度都用到咁方便？即睇理财最前线，跟我哋上深圳实测下啦！